您看这块表呢，就是当时专门为中国市场做的，而且它的机芯呢也是铜鎏金的工艺，这个需要花费大概1年到2年的时间，就是挺难得的一块表，应该是这次拍卖会的重点。 不像古董的书画和瓷器，就是只能摆在那儿看。但是呢，钟表和相机，它既能看又能玩儿。那么呢，而且随着这个就是海外市场的这个逐步升温啊，也影响到就是国内的这个市场。有毛病吗？啊，毛病呢？行，明天就这样。